哎，老师 ，come on up la lyric， 一点点声音就好。不管是什么表演呢，我们都坚持要一个帅气的开场。一二三，来，掌声鼓励耶，拍手。开玩笑，自从黄安去大陆之后，就没有人再丢这个了。来，那我们要拿出今天的第一个泡泡工具。第一个工具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长龙泡泡。为什么它叫做长龙泡泡？因为它会一条龙一样，很长很长。帮我算一下，上面有几个圈圈，好不好？五个，确定来一起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错，它有八个圈圈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圈圈。那你看，我们只要沾一下泡泡水，而且风往你们吹哦，你看，一二三，来小朋友拍拍手。而且你们知道泡泡秀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吗？这一支只要小朋友年纪够小，我甩半个小时，他们一样哇给你看。我现在来一次，你看，一二三，来哇，来自己闪，自己闪，自己闪，好，来。放这边的小朋友放心，这个都没有毒，喷到不会怎样哈、哦。我们前面的哥哥姐姐，你那是惊有喷掉对不？哎，那华姐会掏钱给小朋友嘴，好，是哈、哦。好，那最后一次了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那我们就这一只甩半个小时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帮你们把爷爷奶奶赶走了。好了，你们没话，你最后一次来，一二三，来耶！要坐在位置上哦，不可以站起来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拿出我的第二个工具了。啊，妹妹要做好，谁在站起来要接受惩罚哦。你知道惩罚是什么吗？哥哥是爱的教育，我不会打你，我也不会骂你，我会过去亲你哦。喂，哦，不要 me too 哦。好，来最后一次，来一二三，来，耶、yeah 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要拿出下一个工具了。下一个工具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手手，手手也可以吹泡泡哦。你们在洗澡的时候，我们手手这样搓搓搓搓搓搓，就会有很多泡泡。所以说手怎么吹泡泡，你只要比一个 OK 的动作，像我一样把手放进泡泡水里面。你看，一二三，来小朋友，拍手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要准备这个碗？因为我就可以拿到你的旁边，有没有？小朋友来准备，一二三。开玩笑，这个水是自己漂的。这边啊，你知道借过的台语怎么说吗？借过啊，如果说借过，人家不借你过，你要说什么？这边小朋友说，哎、欸，邪恶哦，好、哦、来好来邪恶，来这边的小朋友来，我来了，哦，来，来来来，加油，来这边，我、哦、来邪恶，去那边惊，我给你困着，来这边来，来这边来。啊，放心，这个泡泡水都没有毒了哈，所以说小朋友，就算你在吃东西，你就当做洗碗巾没有洗干净就好了，这边。没啦，我这我点几球你看，来，看这边来来来，哇，你穿的好像小公主，来，一二三，光往这边吹，吹着我要这样。好，那小朋友你们看哦，我的手手是一个小圈圈，所以说吹出来的泡泡都小小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小圈圈。小小的，那如果我把我的手手变成一个大圈圈，那这样吹出来的泡泡会不会变大？我们来试试看啊！你看我把我的两只手都放进泡泡水里面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大圈圈。你看，一二三，来！哇哇哇！嘿嘿嘿，出去哦！你看哦，往我吹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哦，要拍拍手，你看大大的哦，乖乖啊，乖乖啊，乖乖啊！哦，好，那小朋友你看哦。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，你看泡泡是什么形状的？你看，它是圆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手是一个圆形，所以说吹出来的泡泡它是圆形。那如果我的手是一个爱心的形状，吹出来的泡泡是圆形还是爱心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来投票，觉得是爱心的人举手。错，这个小学二年级有教过，觉得是圆形的人举手，给自己拍拍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什么形状，吹出来的泡泡都是什么形？圆形。但是你看。我怕你们把刚才吃的早餐吐出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一个男生，强壮的男生，我把我的手手变成一个爱心的形状，你们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你看，美少女战士，啊，小朋友不要闪了、哦，为什么？这个我会去你的旁边吹，因为这是什么？你看，来收下我满满的爱吧。干嘛闪？喂！上次我去幼稚园表演，就有小朋友说：“哥哥，你的爱好脆弱，一戳就破了。”没收下我的爱吧？我就喂，幼稚园怎么讲这个哈、啊？干嘛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怎么说也是林雅区的霍建华，你妈呢？啊来，唱嘛小朋友，我们再来霍建华一下。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听不懂，来讲一个大人才听得懂、小朋友听不懂的笑话。有一个唱歌的人，每天都在找比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不是刘德华，
Michael Jackson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会鼻雷。